大家好，今天就帮朋友整他的灯件，那副衣服200匹的支升降油渍，那支大油渍呢就漏油，那我在 Amazon 那里就帮他订了这件专用的架撑，那就拿来开支大油渍的顶盖的，那跟着全set的 O-ring 和油封，仲有预备咗支四分嘅长波，咁而家就开支顶盖啦，用嗰个专用嘅架撑，咁啊驳埋支四分嘅长通，咁都几实净嘅。跟住就开呢个 C 字扣啦，打埋嗰支长通出嚟。这个就是C字扣和那支不锈钢长通，那就可以拿埋那支油渍的芯出来了。那就发现有点奇怪，那油尖竟然是反转的装，我问过朋友他就说完全没有整过的。那跟着就用个士巴拿开了底下那粒大那粒丝帽，攞埋戒指，咁呢度就小心啦。佢嗰个 piston 嗰度咧，因为好多弹弓啊，同埋啲珠仔啊，小心就唔见咗。咁跟住就可以撩翻啲旧嘅 O-ring 啊、油封嗰啲出嚟。跟住就可以装翻个油封，咁我就攞咗个啱 size 嘅波头打翻落去，咁就最紧要系将嗰个油封紧贴嗰个盖啫，之后就可以装 O-ring 啦。咁装 O-ring 之前，尽量就攞啲油点一点佢，等佢个 O-ring 可以。易啲探入去咯，唔会咁易啜住咗。支油渍嘅芯咧，我朋友呢支咧就冇乜话好崩啊粒咁样，咁所以我都唔需要话攞啲咩去省，我都系攞支省同膏帮佢省翻靓，咁光滑啲，希望冇咁易漏油啊。
省完之后，成支立立令，靓晒。好，最后咧就要褪翻个顶盖上去，咁就喺个底嗰度搽啲油润滑一下，篤翻落去，非常之顺滑。咁最后咧呢、這个就嗰、那个 piston 嗰度咧，就真系小心啲装啦。佢有四个窿，每个窿咧里边都有一粒珠仔嘅。珠仔之后咧，先至到个有个 cap， 个 cap 跟住咧再落个弹弓落去。咁呢度真系千万要小心啦。上晒啲弹弓珠仔之后咧，就可以上翻戒指同嗰粒大师帽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就选择咧帮佢啤翻啲旧嘅油出嚟嘅，因为我朋友嗰支油渍里边啲油咧，有啲好似奶色咁啊，应该系混咗水啊。溝咗水，所以有啲結結地，有啲泡咁樣，所以我就幫佢泵翻出嚟，希望可以換清啲舊油佢啦。好，咁泵完之後咧，就差唔多可以上翻支油即嗰支芯落去，咁我就搽翻啲雪油落去，咁而家就上埋個頂蓋。用翻嗰件架撑拧翻落去，最后咧我就攞咗支磅尺，咁就大约系80个 newton 度啦，收翻实佢。咁最后咧就上翻实嗰个入口螺丝咧，系放弃嗰粒螺丝。跟住再补翻啲油落去，好做晒之后咧，就可以将支油即升降，尽量将佢里边嗰啲气排咗出嚟先。咁跟住再补翻啲油，升降升降都系咁样，重复几次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咁跟住咧就可以收翻支油渍落去啦。咁我将嗰支横湿打翻落去，搽翻啲雪油，上翻个丝扣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